开台啦，开台啦！湿掂胶又要睇达哥，听到嘛？听到嘛？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今日咧，我哋有新嘅开 game 图啊，唔系呢一幅啊，呢一幅咧就系 Carolina 所画嘅 Gloomy Tat。呢一幅咧就系由一位叫 Venus 嘅小妹妹画嘅达哥。超靓呢幅画，就系呢一幅啦，就系 YCG 兄弟嘅《达哥大战女武神》咧，就系我哋新嘅开 game 图啊！好啦，咁咧今日咧，我哋咧一嚟咧就要打个咩双肥系嘛，有两个臭猪，冇咁多啦，冇练过，乜都冇，好忙，唔得闲，日日都3、4、5点瞓，之后日头大把嘢做，即刻开个盘先。大哥，现在你能否在5次机会内啊打死咩双肥 boss？即刻谂起嗰啲咩三吞食天地嗰啲。嗱，今日我哋嘅行程咧，打死完佢咧之后咧，我哋要做嗰个咩消除啊，我哋要做一啲 low save 操作，系有机会导致坏 save 嘅，都系非常之危险啊，所以我哋要加快脚步。大哥，现在你能否在5次机会内打死双肥 boss 啊？嘛，我记得系啊，2分钟内啦。我未有时间，有时间我想练咗玫瑰花。几点起身？有嘢做咪一样，8、9点起身。我而家可以用喷火，应该都冇咩用嘅咧。抌咗佢咧，专心打。有乜装嘅厚少少嘅盔甲啊？哇，好核突咩？忌讳海甲，好样衰。博斯奴。物理伤劲啲喎，装呢个啦。腰劈、精力都系呢啲啦，冇咩特别。而家用紧咩技能啊？决心。你妹话咩？达至咗新发型好唔好睇？我冇，我未睇到你新发型系点。你嘅发型差唔多，唔够改变。剪接嗰个改变大啲啊！今日。粉塔同我讲啊，有位好好嘅朋友，代号 D，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All in one 呀，系嘛？可以啊。阿哥，除咗意志力，仲有啲咩？除咗意志力，仲有咩方法令自己做嘢保持精神？冇喎，呢啲真系最紧要都系意志力咯，斟吉下自己啊，饮下。饮下茶啊、咖啡啊嗰啲，啊，阿 D，我哋 Elden Ring 都有个阿 D，啊，系、哎、有啲人话原来 Joey 听都有睇我开台啊，不嬲噶啦，我不嬲，你唔知我同好多艺员朋友好熟，你唔信啫嘛，我同李安纳度嗰啲师徒关系唔信，因为咧对上嗰次 Chill Club，林峰上去。跟住呢，就林峰就唱咗几首歌，跟住 Joey 听就拣一首林峰嘅歌嚟唱，佢就拣咗《数码暴龙》，老营必须走，来吧，挽手无惧前后包抄的对手，照攻照守，不理得坏情况照旧。不嬲噶啦，呢啲你睇，你睇又会咁巧，你话冇咁啱得咁巧啊？你话啦，会唔会系咁啊？入得去打啦，唔好讲咁多。会唔会咁啱得咁巧啊？呢、這个捷径系嘛？啲人话系咪先？又会咁啱啦？啊？唉，扣咗血，又会咁巧啊？又会咁巧啊？我有呢排系咁唱之后，即刻林峰啊，即刻复出啦，上晒超 club。又会拣呢只，我话咩？我就带领潮流，我就系潮流嗰个指标尖端，就系咁啊！啊，欢迎
伴着晚空孤单一个走，竟可有你挽手四面环游。啊！决心，冇理咁多，一嘢兜巴升落去先，唔理啊！执翻条丝先，条臭丝啊！决心，光，咩啊？你又似嘅，哇！死仔包，唔好咁得戚嘅契弟。哇！扣咁多啊！哇！單啲死冇啊，咁啊冇啊！我會唔會？哇！死仔包，唔好咁得戚啊，契弟！我褪到冇雷公咁远，睇你点斩？食屎啊你！哇！死仔包点解出唔到二段劈噶？机会到，我都插啦。好吧，死肥猪！我即刻谂起北斗之拳嗰咩红心king，食屎啊肥猪王！系咪准备出咩肉弹战车？东路杜永沃，黐筋。走先，搏！你玩完啦，神皮！快压屎啊！一踢过啦，火都嚟，垃圾狗！完全哇，仲要打，一 K 啦！吓得我，仲话咩咩仲有打噶，吓死我啊，大佬！吓、啊，你个排财神，我话俾我同你讲嘅，我越忙越痛苦。状态越劲，大哥现在能否再五次机会嚟打死双肥 boss？ 其实一肥一瘦，我打错，不过算啦，啊，能啊，意思意思，啲有冇咩执啊？冇啊，就执呢啲咁嘅嘢啊，吓，又换咗赌圣喎呢位啊 ，Min Ju Pei Pei。好嚟啊！点解成日打呢两个？去到中后期咧，就系成日重复噶啦。你见到啊？我哋而家修整一下之后就去烧绝树啦，好嘛？我哋翻去大赐福先。我想练嗰个玫瑰花，个护符系四连 hit， 就会补少少血。边个啊？边一个有四连 hit 补少少血？我要洗点先用到，唔系啊嘛，好烦喎！洗点加几多点啊？十六灵巧，我可以装灵巧护符嘅。
嗰、那个玫瑰花咧，玫瑰花系属于咩兵器啊？特殊武器嚟啊！锤，我攞木攞埋呢个棍棒喎吓、啊。感应24，我而家几多感应啊？17，即加多8点咪有啦，系嘛？1、2、3、4、5、6、7点，加多7点。升呢咯，我建议我唔想搞咁多嘢，因为我惊洗点又要捞，我又唔知点配，跟住又要适应过皇家感应系嘛啊？神皮强补系一个护符嚟，打四 hit 就会补血，食晒啲劳恩啦。賣鬼曬佢先，咁樣揸好鬼煩。有咩？我男朋友成日睇你，但系咧成日學你唱數碼暴龍都唔夠你唱得好聽，可唔可以教下佢？咁易教啊，唔會有咁多歌咁，即係呢啲嘢一日只有功，唔係話一教就得嘅咧，梗係嚇，慢慢學下學下。罗马非一日建成啊嘛，吓啱唔啱？好，跟住感应，仲争少少就得，升多几呢又可以。跟住我哋趁而家有啲钱，走去揈晒佢去打嗰啲，打嗰啲咩嗰啲乜鬼嘢啊？嗰啲打整嗰啲武器啊，嗰啲玫瑰花系用咩升啊？我想知系用呢啲嗰啲叫咩啊？失色锻造石定系正常啊？啊！都系学先咯 ，Kaki 俾小旗点，我新 patient 原来达潮兄弟嚟，最近因为打老豆入咗院，可唔可以祝福？可唔可以祝阿华好似你咁高 EQ 早日？出院啊！你新 patient 咧做医咩嘅？呢位朋友系啊，你睇佢有冇得改战技？我又要行过去啊嘛，因为五 level 好易嘅啫，我今晚洗擦点就得噶啦，得色啊！喺国买啲。好鬼烦，呢只 game 最麻烦就系呢啲，断失色断造石三嘅，你咩一嚟就冇一二三四，喺边度买啊？依吉啊，喺好鬼烦，我有几多嚿啊？玛利卡的糜烂烙印。有得买呢啲咯，最高买到6。玛利卡的糜烂烙印有咩用啊？加感应啊！试下留唔留到言？留言系做咩啊？爱我请留言。系啊，系开，系失色嘅。唔该，唔该，唔该。玛利卡的糜烂烙印5，争少少啊！我哋都，呢个巨剑可以加埋佢先。玫瑰花，8都有得买系嘛？9，差唔多加我咁上下，一盏用。好，行得，而家去边啊？烧树系咪定咩？而家搞掂啊！而家系咪可以烧得树啊？直接烧啊！而家点啊？我而家系点样去直接烧树啊？啲人四妹教过我，佢话而家咧就直接烧一次树，之后就可以睇一次 CG， 之后咧就捞翻个 save， 就掂癫火再烧一次 ，back up 咗噶啦 ，back up 咗啦。
喂喂，多谢 Charlotte 俾嘅小旗，点睇得多达哥，成日闹人贱种嘅人点睇？嗰、那个人系贱种嘅话，咪抵闹咯，可以啊？我一整个嘢 back up 多次，好烦喎 back up 而家吓，唔紧要啦。我惊有一阵有咩咁多次，我又惊有危险手残啊！算鬼唉是但啦，点样？好鬼烦啊！你揿呢啲好鬼怕呢啲直播揿呢啲好鬼麻烦咩？储存空间唔系保存资料上传梗系咁样嘛。backup 错了，玩完了。咩啊？咪 backup 咗咯，做乜鬼嘢啊？啱啦，搞掂啦。我系咪已经 backup 完啦？咩做乜鬼？哇，做乜鬼？咩意思？我关咗啦，关咗同步咯。J J 生日啦，你可唔可以用36D 女优嘅声同佢讲生日快乐？36D 嘅女人系点啊？冇关系喎，即系你唔会话36D 佢把声又低音啲或者高音啲喎，啊，冇关系。得啊，而家系嘛，可以去啊！而家系咪可以直接去烧树啊？烧咗树先讲啦，唔好讲咁多。树喺呢度烧啊！呢棵系树啊，唔系呢度啊？呢度系树啊，金域巨人山顶。巨人山頂，跟住咧，衝上去火爐，火爐喺呢個位啊！咩盲？我點知？鬼知嗰度係有得燒咩？冇講。好啦，而家 save 咗，可以衝上山頂，係咪掂呢個火？得我哋 upload save 好简单啲 ，PS 主页对 game 嘅 icon 揿 option 就得，好啊好啊。点解要唱住叮当咁笑住？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奇妙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爬进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神离奇神话不可思议心中一想就得到像小鸟伴你飞舞哇咩事啊都不知道做乜Don't know doing what 喎，真係心中一想就得到。轉咗啊，大哥，我都冇講點解一定要轉咗，唔俾轉行去右邊啊！我啱啱像裏邊人想小鳥伴你飛舞，雲內看琴譜，你睇叮當嚟啦！多喜爱，谁都喜欢你，小猫也自豪。点解跳落去要即刻死先？你都解释唔到，又唔系有咩事，佢又唔系搭死，好似入咗结界死。太乙，
热你呢度都辣死啦。其实只攞呢啲熔岩就烧到树嘅话，点解唔直接攞执啲熔岩去烧咪得咯？小猫也自豪系最旧嘅 version 啊，咁之后系点啊？咁啊喂，好。跟住咧，黄梅林拿交谈吓，哆啦 A 梦，安安安，とける大好き，哆啦 A 梦。八婆话又喺我面前咁样踎低，喺度注视住交大地，心谂呢个世界必须要被修复。你认为必须要死亡平等咁降临？你准备好未啊？做犯啊重罪嘅心理准备，即系做坏事啊叫我啊，准备好了系嘛？Yes， 吓系嘛？唔会有错啊嘛 ？Go， 啊想对佢做坏事，一下就好俾我触碰你啊！摸边度先？讲清楚啊！唔好乱嚟啊！好，好变态啊！佢当自己咩啊？咁样掂一掂会有啲咩效力啊？哇！黐线，我即刻灵魂出窍，三魂唔见咗七魄，俾佢灌咗迷汤。啊！有 B B， 哇！佢隻手点解有啲纹理啊？咩事啊？哇！好恐怖啊！做咩事啊？我系草剃经定咩？大蛇低吓，叫嚟叫嚟咁啊！吓，我做咩事啊？做咩事？用金树啊，燃烧啦！佢咁样可以烧到树，我啊跟你姓啊，咁样烧到。喂，个新王燃烧真系烧到啊？冇搞错啊？咁都烧到？咁我是但攞打火机弹下都得啦，隔空咁样烧都烧到。佢完全唔同。多谢，多谢你带我嚟呢一度啊！喂，你唔好掂我，你着紧火啊，老友，唔好惹埋嗰啲火过嚟啊！硬啊，呢个系草剃经最劲，伴火同进者，终有一日会遇见命定之死。Goodbye， 永别啦。又系咩帮你烧埋，仲要燃气人？我大把方法可以烧棵树啦，我唔一定要佢。佢喺度扮博乜，扮伟大，明明有啲其他方式可以解决。哇！一嚟已经变咗天，吓、啊！又系咩？我一啲都唔浪漫废喎，我同佢根本冇咩感情，我同佢有咩感情可以？啊！我一耐唔攞嘢咁讲几句嘢，有咩感情？你话嗰个系好，我哋可以捞翻阿 Safe 啦，系嘛？咩？我而家系咪叫梅维维咩？啊？点解咁讲？
点解烧完树会喺呢度起翻身？唔系我都唔知道。而家个 map 喺边度？喂，叶系喎？点解啊？唔知喎。而家系咪你？我跟咗佢姓？点解啊？佢跟我姓差？你话烧到棵树就跟佢姓？完全冇可能，呢只 game 唔讲逻辑啊！啊！喂，而家系咪捞翻先？系咪？唔好讲咁多住。而家系咪可以捞睇翻 VAR？OK，等下唔好做咩啊？呢一个啊？揿边个？你话揿呢一个掣下载啊？揿边个系 hot key 啊？再揿。再出面，小心啲先。下载呢一个，有冇揿错啊？冇啦嘛。嗱，你好，陆续睇咗你好多年啦，多谢呢位叫绿帽橙汁啊，要复写先啊。系啊，复写 yes。佢话你。都多謝你提供歡樂俾大家，希望嚟緊一直繼續。好中意大哥玩小眾遊戲，拜你喂！大哥成日話有超嘅疫情考，唔考下你知唔知我個用戶名嚟自邊兩個遊戲？綠帽橙汁、惡兔嗲、大叫顧家基、惡兔嗲、大叫顧家基、顧家家基，我啊知，但惡兔綠帽橙汁、惡兔嗲。不是惡到屌，是惡到屌，他殺好屌啊，綠帽橙汁，綠帽橙汁是哪套啊？ Sleeping Dog， 惡到屌，惡到dead啊，是啊，多謝Austin KKK俾的小旗點啊。好啦，跟住我們現在要去店癲火啊，哪裡店啊，哪裡可以店癲火？癫火喺咩下水道啊？气质恶笑底层系嘛？梅哥今日星期八唔爆到机，好啊好啊，系咪呢度啊？唔系上少少。工人乜乜乜嚟叫？又上咁远嘅咩？系癫火疯人，梅达定梅哥冇所谓啊！阿梅，嗰个咩蜘蛛入个阿姨叫咩 Aunt May 啊？叫梅姨。梅哥好多都叫梅啊，点样搏呢个？点样去癫火啊 ？Remove oil， 点解要 remove oil clothing？ 点解？又系咪咧咸湿嘢一定要咁样唔着衫？点解？啊？点解要唔着衫先做到？有冇人解释到啊？Take off your clothing， 嚟啦，几好靓嗰个人仔，再睇一次，好性感。喂，原来要同呢个嘢蹲轮，嗰啲咩之前咪有个有啲人咩除晒衫啊，嗰啲建公园嗰啲入康乐设施度，跟住咩掹唔出巨龙啊，咪就系呢啲嘢吓啊？咩活塞啦？咪啊！系啊！系啊！系啊！吓、啊！又系因为之前有褪色者唔着住盔甲店会冇办法接受到癫火，原来都系手指喎，即系有只神喎，即系我而家直接同呢个神三叉指有来往。我要俾佢压玩啊！吓，
好，我而家要提供个铜篮俾你，请你慢慢玩弄我吧。好。被侮辱了。啊，个滑辣落去我唔痛嘅咩？我想问咧，其实就系咁样啦。其实嗰个梅林娜咧，佢唔知点样，点解佢嗰个哇，我而家个身做咩事烂晒，好核突喎！哇，好呕心，咩事啊？俾个嘢辣到咁样，黐线！哇，好样衰，哇，顶唔顺啊！好恶啃嘅，点样可以快啲？呢个样我要维持到完啊！啊，我又化妆教唔显示，好型，两眼整容有得 cancel， 我都知啲人接受唔到，癫火啊，变到好似 Western Evil 嗰啲咁样，金睛火眼啊嘛，咁而家点啊？而家我去烧树啊，咁而家。而家要攞呢个 save 玩落去啊嘛，同女巫讲嘢，点样同佢讲嘢？呢度佢系咪会好嬲啊 ？You， 你受刺咗癫火啦，吹啊，关你鬼事。咁样你同我已经唔可以共存嘅啦。此时此刻就系旅行嘅终点啊！如果你真系做咗混沌之王嘅话，我会对你痛下杀手嘅。你杀到我，放屁！呢个系我责任，因为我俾你获得咗卢恩嘅力量。永别啦，我嘅同伴。再见啦，托雷德。点解佢只唔收翻只马啊？跟住而家要点啊？翻。而家就可以去大赐福，俾人飞咗啦，系嘛？整翻勇士，我都系咁话。而家阿梅嘅存在就系为咗烧树，点解？佢个存在，佢点解要烧树？佢个存在本身就系要捧我做王，烧树系佢后来先发现，诶，原来棵树系搞唔到嘅喎，佢先系咁样啫嘛，本身根本都唔系咁，都系绿帽橙汁 ，auto dead 大叫孤家鸡，俾嘢订阅赠礼啊，多谢你啊，点样 cancel 啊？脸部啊，眼睛啊。眼睛变化设定不套用 ，OK， 跟住皮肤特色，刺青，点样改啊？传闻梅林娜黄金树嘅化身，佢引导你烧树改朝换代，点样搣咗嗰个身体啊？呢个样唔记得点整？身体，OK， 保存我，保存多过之前，以免有咩差错。结束化妆，好似新一样，即刻做翻整容手术啊！好啦，咁啊，而家搞掂，而家咪去棵大树嗰度。哇！条颈有啲痛痛地，唔知点解，嘎啦嘎啦嘎啦。树喺边啊 ？Bird 又要再翻嚟呢一度啊？去巨人呢度啊？
去翻个布，点解唔好直接之前咧，明明喺嗰个树嗰度咧，你记得之前咪打咪喺度有一个门封住咗嘅，跟住佢又话有棵树挡住，我初时以为喺嗰度烧，原来唔系。仔啊，唔着衫烧先 high 啲啊！啊，佢可以掌握，哇！可以掌握命定之死，肉身应该都可以被火烧死。挂住睇嘢，本身几型，好似入咗魔刀咁嘅样。我啊完全唔型，我就系觉得三级烧伤之后，嗰只眼唔知道做乜鬼，好核突。有啲人叫我装咩狮子斩，佢话咩呢一集最屈。呢個 version 最屈嘅技嚇，我屈獅子斬啊，點屈都屈唔過啲咩獅山啊，咩月隱居合、月隱居合嗰啲快到黐線啦，睇過啦，上網睇過，而家打勁嗰打啲勁高嗰啲怪獸屈到黐線。如果我之前打嗰啲咩打嗰啲棄子啊，我有月隱居合啊，劈到佢傻添啊！即系你用爪嗰啲劲难打，凹痕，即系又歪又短喎。你啲巨剑都有得咁样劈下。法师唔啱你 style， 月隐居系咪法师嘅咩？我把刀啊，我把刀啱我啊嘛。好。Let me solo 去傾定火焰燻燒的聲音，是不是我自己肉體去燒啊？不用靠女人仲好呢。哇，好型喎，暴驚雲一樣。哇，這個我做縮圖啊，好彩我沒有穿衫啊！怀抱大自然吧，啊！点解嗱？我嗱，如果咁样，点解梅林娜又咁样烧，又会烧到拜拜？我咁样烧又可以无事？啊！完全唔 make sense 啊！哇！哇！隔空燒樹，我而家用癲火去燒，咁又點？冇關係啊！個重點係點解我唔會燒死先？我梅林娜掂咗嗰个火焰，攞自己去烧。咁我而家就攞我自己肉身做媒介去烧。你睇下咁样噶、哦，我成个跌埋落去都冇事，梅林娜都冇。讲唔通咯，我够跌。劇情需要你唔好問咁多，我都覺得講嚟講去都係咁樣，即係呢個故事根本講唔通。阿梅有講自己母親係黃金樹，所以阿梅等佢拉嚟機會又細咗，又唔會啊！如果佢阿梅等佢拉嚟，佢咪好唔得閒。但係咁講，你俾咁多大佬斬死咁多次，都係翻山打過又點解？所以咪話呢個世界我永遠唔明白。究竟点解呢？有啲人我可以死咁多次，有啲又唔得。咁我而家可以继续玩落去啦，系咪？总之就继续咁样玩落去，爆机，跟住就直到爆机为止，先有嘢要处理噶啦。着翻对靓鞋，性感鞋先。
呢件衫唔系好靓，着翻件黑刀女妖嗰件衫，或者女武神玛丽莲啊、海格。哇！我系着食屎仔嗰件。嗰件盔甲啊，好唔好理啊？最后了，加油，多谢你啊，海虎俾嘅小旗点。又系咩？孙中山之事未做，而家唔系冇得做啦咩？系嘛？啲人话一烧咗树就冇得做啦，系嘛？啊？建议打电话去咩 ？G G George 嗰个问呢度做。好啊，呢度做咯，铁拳武力孙中山。我而家要去边啊，大佬？跳落去啊！低能，估一百次好彩咁都冇死。原来嗰个有一级嘅，唉，迟啲再执啊。呢度咩事？之后咧，龙卷风之前逐渐崩坏的乜乜乜，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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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落去会点啊？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喂，都跳唔到落去嘅。啊！跳落去变咒，我都飞唔到入去个风，唔好玩嘅。呢度系《天空之城》，应该唱翻首歌，《天空之城》嗰首歌系咩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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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个啊？定系边首？已经捞到乱晒。呢一首系《千与千寻》定咩？好，其实咧我发现咧，宫崎骏啊啲咧，你系记唔到啲剧情，你只记到啲好散嘅嘢。你有冇发现啊？即系嚟龙猫啦，我细个小学已经喺小学嗰啲咩影音室播咗十几廿次，我到而家都记唔到佢讲乜，只记得有咩猫巴士一啲好零碎嘅片段，冇啦，就系咁啊。你們有冇印象啊？吔屎啊！呢啲咩嚟啊？狼人又有咩？有记得嗰两个细路女嘈到黐线啊？嗰、那个咩厕纸啊？咩煤炭屎鬼啊？呢啲咁嘅嘢。吔屎啊！跟住咩花儿移动城堡咧，记得有条女俾人变咗做老姑婆，加哈尔完，你系咪好记得咩？我早排重睇先知，喺 Netflix 重睇先知道系讲啲咩咯。哈尔咧就系咩反，即系背叛咗师傅定点啊？多谢 Dicky 俾嘅订阅赠礼啊！仲未死，哇！死仔两件，哇！食屎仔，哇！好劲喎，呢度啲怪，而家要认真啲玩，唔可以咁。天空之城系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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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系我唱啱咗咯，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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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排我哋咪喺度讲咩？嗰、那個 channel 啊，早班我哋咪喺度講嗰個咩係咪有特權？嗰、那個咪好中意用天空之城嗰個咯，係嘛？啦啦啦！啊錯，咁係點啊？嗰、那個係千與千尋係嘛？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噏乜啊？點會聽得明啊？阿爺木村貝我知啊，我知啊，啊！啊！有人话手我怕就怕失望，就系、是《天空之城》。
我有啲印象忧伤啲啊嘛，天空之城系吓、啊，好。一 K 啦，一刀一剑，第一食紧，记唔记得咩啊？龙猫叫佢哋个亲戚做八婆，唔记得咯。都系你哋觉唔觉先？你觉唔觉宫崎骏呢啲嗰啲卡通片咧，你系唔会记得嚟咩？飞天红猪侠，哇，点解冇事？你就系记得飞天红猪侠。就係咩揸飛機一個人類唔知點解變咗做豬咁樣啊？就係咁咯，跟住你記唔到個好，你好難都記到一個詳細嘅脈絡出嚟。你睇完咧唔知點解係咁啊，記唔到啊！即係就算好似我咁有超憶症，你都記唔到。唔覺風之谷嘅漫畫冇喎。你知唔知《飘零宴》咧？宫崎骏、海迪啊，宫崎骏都有画过几集啊！吓咩冇心机睇啊，大佬啲黐线啊！《天与千寻》都唔系好记啦，就系记得个细路女入到去，跟阿爸阿妈俾人变咗做猪啊！我啊记得系咁。喂，呢个可以跳落去啦嘛？咁近啊？想咩啊？诶，前来的大军，点解永远都跳唔到，根本 high 唔到啊！冇物理 effect 喺度。点解记得租做漫画佢特别咯？有啲剧情好有趣啊，好深刻咯，就咁简单。你知唔知哈尔移动城堡咧好散咯，主要就系感觉啊。但我话俾你听啊，同一间厂嘅嗰个咩萤火虫嗰啲又会记得深刻啲咯。佢即话又要打龙啊，个叙事手法做得好啲。啊！哇，死仔不咁都中。佢湿。低 B 仔都睇唔到，喺呢度打咪打到黐筋。唔知道做紧咩啊？原来佢喷紧火，继续斩佢。哇！死仔包，个角度仲要咁样玩屁咯！呢个游戏真系黐筋。呢个劲多细龙只只一样可以直接打龙王废嘅系嘛？是打一铺咯，唔得啊算。建议唔打，呢啲系细 boss 嘢。哈尔，你话未睇过《再见萤火虫》？系《再见萤火虫》一套好有争议嘅一个卡通片嚟啊！你知唔知？因为你日本仔啊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啫，可能画到自己好惨咁样啊，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多呢个议题啊，好复杂啊，要讲，你知唔知？好，哇，黐筋。哇！死仔爆呢条龙，我已经打过一次啦，契弟。哇！低 B 仔喺你前面都照中，佢一扣咗几多血我都未知。你个食屎狗，唔好欺人太甚。我哋打一次啊！咁都中，已经喺你后面噶咯，老友，跪未啊？
好，低 B 仔系咁拍，拍咩啊？拍拍姜啊！收脚夹，客官，你只骨唔好跌落街啊，契弟！唔贵啊你！好吧，夹哇打几多刀？其实我想知。黐筋，斩落你同条龙啊！完全冇可能睇到呢个低能磁碟弱智游戏，你睇俾我睇啊，老友，梗系烧死我，一定斩。我一定發電，我話俾你。低能，我已經避得好靚，輕描淡寫咁樣。唉，殺咗啦！仲可以同你喺度講，哇！原來有古龍岩段做石嘅喎，唔差喎啲道具嚇。但有一隻在中山嗰個 map 度，我可以 skip， 佢係咁噶啦。呢只 game 唔知又話唔知點解上個神台。話你咁講，我都唔敢講呢個説話。一講啊，世界大戰，即係佢有啲位係做得唔好，又未至於咁。但係呢啲你好敏，老實講，即係你有啲地方打得好爽啊，但係作為一隻講求戰鬥嘅遊戲，你見到呢啲你咪猛到爆炸咯！哦，哇！呢啲原來係怪嚟啊，炸傻扮懵喺度，我死啊！飲水先 ，M 級刀法，哎呀 ，M 級劍。抵啊！一嘢捅落去，我话俾你，真正跳劈达人先系我个傻仔。呀，话啲嘢冇坐火冇晒水，咁我咪再打过。呀，咩呢句说话仲大镬过讲宫崎骏电影？而家宫崎骏你可以闹啊，啲人成日闹佢咩废脑嗰啲啊。我使上網好多人喺度鬧宮崎駿係咩廢腦嚇，因為我都好難講啦，難以噏得出口宮崎駿係廢，作為一個殿堂級嘅動畫大師，因為我都難以俾出一個咁樣認同呢個判，即係縱使佢有啲咩地方做得唔好，都難以可以用一句廢腦概括佢嚇。佢跟唔上時代，佢而家是但玩一套嘢，咪有大把人睇，點為之跟唔上時代？啊！係咪先？喂，點行啊？而家跳上去啊？有冇其他路啊？嚟啊嚟啊！雷電大腦戰。因为搵到钱就系喺时代，我同以呢个社会嘅价值观系要，而家有钱最恶。你话佢废佬之后佢笑笑啊，系咩？个阁下有几多钱啊？我是但一，我话佢话佢话佢喺度笑，靓仔你老几啊？我是但画一幅铅笔画嘅话，好似傅坚仪博嗰啲吓垃圾草稿。你估賣幾多錢啊？嗱，佢咁樣講，你即刻 O 個嘴，你廢佬，你廢佬啊！咩升降機
调翻转有火 ，OK 收到。人哋一句 ban 到你 at 都唔敢 at 啦。讲真，钱最得最恶噶啦而家，啊？又系咩时代同钱都系有钱系话晒事啊？又唔系你个古代呢啲啊？讲真，哇咩料啊？有人放电，哇风雷电！入咗个咩火先？哇！黐筋呢啲有劲到癫啊！识出升龙拳，食屎啊契弟！匿入去掩护先。个火喺边啊契弟？喺度啊！快快坐火！一 K 啦，同我斗劈！好，古代你有啲皇帝啊，讲紧即系封建主制度嘅时候，你皇帝可以冇钱，你有，但系佢个权力系绝对啊，咁佢咪黑翻啲有钱佬咯，佢叫你乜，你一食，皇帝叫你死，你都系要死嘅，讲真。哇！死仔包低能，你有冇见到我俾个电电死喎？皇帝有人话皇帝冇钱，皇帝系可以冇钱啊！例如嗱，又同大家上下历史堂啦，各位小朋友。皇帝唔一定有钱噶，例如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当时咧嗰啲衫啊系佢系穷到喺度缝嘅，自己喺度缝衫啊，叫人哋喂我嗰个窿我穿咗个窿啊，好似嗰啲穷鬼咁样啊，哎缝补下啦，我件衫烂烂地啊，唔该，佢系冇。佢係冇，真係冇乜錢啊！即屎啊你！跟住嗰啲手下有錢過佢噶。如果你去長情參考嗰個咩東林黨爭嘅故事，佢叫人哋喂，而家佢俾滿清太子打到入嚟嘅時候。哇死仔咯，又死啦！嗰个契弟喺边啊？啱啱有个木嘴系咁放雷电，古龙祷告书喎。我一定要斩嗰一条契弟喺度放雷电嗰条箭种啊！喺楼上。滿清太子打到嚟嚇，當時嘅嚇京城啊，咁啊佢咧係想佢叫人哋喂係時候捐錢啊，國家有難，係冇人騷佢，咁啲人當佢傻仔啊要我出錢幫阿公傻噶，咁自己扣起啲錢，個個做官啊，貪污啊成啊！貪到盤滿缽滿，就係唔肯捐錢。結果咧就啊一鑊呢啲人抵死嘅，最後咧就一鑊熟俾人打到埋嚟咧，就全部收皮。呢個其中一個皇帝冇錢嘅故事啊，仲有一樣嘢富可敵國啊，即係明朝朱元璋開國嘅時候，有一個人啊叫做沈萬三啊，出咗名有錢嘅。沈萬三傳說有個咩聚寶盤啊，大家記唔記得？呢度系我啱啱入嚟嗰度嚟啊，定系新嘅？翻转头下，我唔知呢个翻转头鬼记得咩？你话喺楼上啊，我咪话，既然楼上我咪过嚟打。呀，我咪做食播好啊，好啊，好啊，做食播想啊，想快啲爆呢个 game 先有时间做食播。系咪呢度啊？条路又开始难行啦！啊，
沈萬三啊，富可敵國啊，嗰陣時啊，明阿朱元璋叫佢話咩？如果你肯幫我收葺唔知咩城牆定咩護城河，佢就咩放佢一馬定點啊？佢富可敵國嗰陣時，朱元璋都想做佢嘅，覺得呢條友會唔會作反啊？咁有錢，有錢就使得鬼推磨。所以是不是有些时候你就说你刚刚是问我的问题是不是说啊是不是有些啊什么时候都是有钱大晒的啦，那我就说不是，有时都不是啊。啊丁降机落去执灵珠不想执，我在火那边推。那就执咯，为什么不执，执灵珠好啊。灵珠好，有嘢执啊嘛，唔系咩？执埋咯，唔争在。我呢排咧系咁睇，我呢排睇咗一个系咪行呢度啊？前有龙系咪要打死佢，定可以唔打？呢条龙唔使打咁唔打，打嚟冇嘢，即系会复活嘅，定点啊？定系有咩特别道具？定系唔打都得？呢啲咩嚟啊？咁核突嘅你？哇，劲到癫喎！呢条友系轰落去，拜！原来也是不外如。我咧睇翻，我夜晚睇 Netflix《达尔大冒险》，之后咧我睇，我有时咧我老豆都睇喎，我睇《达尔大冒险》佢都睇喎，佢平时都唔中意睇卡通片，佢啊又睇卡通片，我老豆喺度睇大荧幕，佢话喂几好睇喎，你觉唔觉？佢话咩日本人画呢啲卡通片，佢话嗰啲咩服装设计嗰啲做得几好喎，跟住我心谂，其实即系呢啲唔系佢设计，佢啲都系抄鬼佬啊嘛。达尔大冒险系嗰啲，你都知道啦。其实佢就系勇者斗恶龙，将佢变做动画。咁嗰啲系西方嗰啲骑士啊，等等整出嚟。但系咧，我想讲咧，正常嘅卡通片咧，我老豆系唔睇，佢睇两眼就睇唔上眼。咁点解佢会肯睇？达尔大冒险咧，原因就系佢咧呢啲色水咧同而家嘅动画啲唔同啊，即系达尔大冒险呢一个咧系翻做噶嘛，你知唔知？哇，死仔包！食屎啊！即系佢系重制噶嘛，你知唔知？达尔大冒险啊，咁又系咩啊？直行，我上埋呢度睇睇啊！咁啊，你以好耐以前，我细个都已经睇过啦。达尔大冒险，苏永安唱魔鬼撒旦退下，魔鬼撒旦快归家，邪恶我不怕。你记唔记得嗰首歌？今天我施法术，将妖魔鬼怪全部尽收尽，邪正战争。今天前来为那正义来竞赛，为了世间，为了未来，啊，已经好耐啦嘛呢一套嘢。咁咧，即系其实咧，点解咧呢套佢睇得落咧？就系嗰啲色水，我觉得旧时嘅啲动画咧，嗰啲色水咧系鲜明啲，系整得好啲嘅。嗰啲有啲水彩 feel 啊，嗰啲咁样感觉啊，你哋觉唔觉？嗰啲分镜啊，佢一参考翻同埋人物设计，即系啲眼神啊，角色设计系正气好多。嗰个达尔细细，佢哋好兴旧时卡通，好中意用啲即系点啊，有啲僆仔做主角啊，嗰啲咁样啊，系一个小朋友、小学生咁做主角。咩？你老豆睇鬼到咁多嘢？唔系啊，咁佢睇得落系因为。就是因為咁咯，佢就係簡單鮮明，嗰啲太複雜嗰啲佢睇唔到，
佢冇辦法理解到嘅，呢啲簡簡單單嘅分鏡又簡單易明，佢個交代故事嘅能力好啊，人物角色佢分到呢個打邊個，唉，唔會話 A 角色同 B 角色個樣好似喎，淨係頭髮顏色唔同，你明唔明嗰個道理啊？你哋有幾耐有睇過《達爾大冒險》啊？啊？右邊有個艇，梁艇位有嘢執，我見唔到有梁艇。打死咗呢個木嘴先講啦。好，又好耐之前，你係睇邊一個先？《達爾大冒險》，你係睇好似我細個睇嗰套定係點？你啱啱望住，細個冇追曬啊，細個。第二个系难啲啊！你边有成日嗰啲做做下，翻下昼班都睇唔到。我而家睇 Netflix 嗰个翻译啊，好差的。反手圣光叫咩阿邦式咩刀杀刀流定咩唔知噏乜咩阿邦系个师傅，以前叫咩阿布定咩啊？猫痕啊！好，冧咗佢先。喂，掠屎啊你！我有冇晒气了？哇，佢自己有都会掠，匿一匿入去先，饮啖蓝水。我而家需要精力啊！哇，死仔包！哇！即死啊！咩叫罩死啊？What the hell？ 咁佢點樣係行落去啊？你老闆哦、啊！啊？罩死即系等于差唔多死，冇咁讲过喎。本身你老板要避点避啊？咁多只，精英怪要杀有嘢咧，一阵喷火烧死佢咯。咁咧，《達爾大冒險》咧，我想講咧，我發現以前嘅動畫有道共識，唔知你哋覺唔覺？首先咧，啲主角一定係要揾啲小朋友啊，唔可以揾大人啊。咁我有幾個可能性點解咁做啦？就係細路仔先抌錢啊，睇卡通片啊、公仔書啊嘛。咁你主角係小朋友，咁佢先有投入感，係咪？咁呢個其一啦。咁第二個公式係咧，就係佢咧都係會有少少鹹。十情節啫喎，啊！我好記得我細個睇咧《達爾大冒險》咧，已經有鹹濕情節。唔知一開頭咧有啲冒牌嗰啲勇者，你記唔記得？有啲冒牌勇者，有個冒牌勇者，跟住咧亦都入邊有個冒牌嘅類似修女咁嘅角色咁嘅嘢啦嚇，係咪？跟住咧，我記得有一次咧就達爾啊捉咗佢哋。捉嗰啲冒牌勇者啊、修女啊、成嗰啲啊，跟住咧咁佢绑住咗个修女定嗰个女魔法师定修女唔鬼记得，总之系咁绑，即系达尔一开头系住同埋嗰啲怪兽一齐住嘅，咁佢又叫啲怪兽绑起佢，又话看住佢啊，呢啲坏人嚟啊，千祈唔好放佢啊，咁样啦吓，跟住咧我记得嗰個女魔法師啊，我細個咧就我唔知佢發生咩事，總之係咁啊扭嚟扭去，之後嗰日嗰啲史萊姆咧突然間面度泛咗啲紅雲，跟住咧眼前一黑，之後過一陣咧就放鬼咗佢，啊就放咗嗰條女出嚟，你記唔記得？有冇印象？我記得。我唔記得呢一個咧，係我細個睇電視定係我記得有一次
翻鄉下漫畫書有達爾大冒險咧，我係咪有人追緊落嚟？嚇、啊！用火焰啊！呢啲係咪燒驚火啊？定係用腐敗？好，过嚟啊，畜生！好痛啊！食屎啊！哇！喺呢度好难搞。哇！用头，刺筋，唔好呕啊，契弟！哇，白痴仔！哇哇哇！小心！哇，大镬！佢掠紧。好多痰啊，老友，食啲喉早散啦、啊，搞掂啦！啱啱就俾佢二抽一，我先死。佢话乜？佢变身要除衫、啊。你哋连喉早散都未知啊，打手，你知唔知咩叫喉早散啊？猴祖散同马骝有冇关系？诶，嚟啊，攞完啦，系嘛？执完走得。啊，小魔星都系咸湿仔，嗰套叫做唔系，嗰个个魔万法小魔星，咕哩咕哩咕哩，咕哩咕哩咕哩，啊啊，嗰首歌啊，咕哩咕哩咕哩，咕哩咕哩咕哩，啊啊。系嘛，嗰首啊嘛，杨采妮唱嘛。啊，猴祖散系啊 ，couple of monkeys， 啊 ，couple of monkeys break up quickly 就叫猴祖散。啊，唔系，好，系咪杀晒走啦嘛？漫画只有咸湿嘢 ，TV 即系 TVB 版冇啊，即系我记错啊。啊！有人系咪啊？系咪啊？即系你讲紧嗰个嗰、那个达尔大冒险系咪啊？啊？系咪呢个火啊 ？TV 版 cut 晒，唔系咁你可能系 TVB cut 啫，可能本身冇咧吓。但系你知幻化小魔星啊？本身就好，嗰套嘢不嬲系癫癫地噶啦。Ethan， 生日快乐啊！多谢呢位飞 B 小俾嘅小旗点啊！有十皮嘢啦，可唔可以升唔升 level 啊？好啊，好啊。Melody 啊，冇咸湿嘢。咁我啱啱讲埋达尔大冒险嗰度先啦，吓。咁我咪记得佢就系嗰只史莱姆啊，俾佢俾个嗰条女姣两姣又晕晒浪啊，帮佢做牛做马咁样啊吓，我记得有呢个就系咧嗰啲旧史嗰啲漫画嘅共识。咁其实你会发现好多都系咁啊，即系咩叮当啊，睇咩正义冲凉啊，咁点解要加呢啲咧？你知唔知点解？喂，我俾小朋友睇喎，点解又加呢啲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期待大哥爆机，多谢你。啊，俾家长嚟，冇错啦。唉，冇错啦，真系聪明啊你哋。喂，嗰日净系得啲细路仔睇唔得噶，即系老豆、阿爸、阿妈都中意睇嘅。啊，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即系你老豆唔中意，唔会俾钱去买玩具嘅。得咁要谂谂佢啦，咁就冇计啦，咁咪加呢啲落去咯。
我細路仔嗰啲睇唔明嘅，佢唔會明嗰度噏乜，即係嗰啲，即係嗰只史萊姆咩事，突然面紅，點解條女扭兩扭啊咁樣？有冇人同我一樣記得《大耳大冒險》有呢個劇情啊？條女又扭兩啊，前方有隱藏路，好跳落去啊！都係好似《吞食天地》咁戇兜比嘅掟嘅真係，又 fake 啊！当年你同你阿爸阿妈一齐睇《夹破引发》，咦？喂，你都你阿爸阿妈都几 hard core 啊！咁早俾你睇《夹破引发》点？你话睇嗰啲咩圣斗士咧，纯粹暴力啊！睇下巨双鱼座冲凉咧，嗰啲我都觉得系老少咸宜啊！但系你去到喂呢啲契弟系会系咁叫。死靈有死靈使者個契弟，係咪搏落去？咁都唔死？唔得啊！打呢啲啊，沒完沒了，冇理啊！黐筋。点行啊，契弟？饮啖水先，唯有见到有火啊，即刻冲过去先。唯有饮者留其命。点解我咁醒嘅，可以自摸？其实呢个迷宫算好，之前有啲人太黐线啊。我阿妈会同我一起睇《钢炼》，细个俾大哥哥吓死。细个你睇咩卡通片？你觉得最恐怖？有冇跳翻上去执嘢？白痴仔！阿基拉，阿基拉，你都细个，咁你都几大个喎，大佬你咪阿基拉1970几年啊？啊？咁你咪而家唔知几多岁？啊 ，Monster 柯南 ，Sailor Moon 都有咸湿情节，有啲妖怪话要睇下你心窗，即系成个头控入去心口嗰度，嗰、那个人又红面都红晒，咁唔出奇嘅吓呢？因为唔系我就系同你讲呢、這个就系卡通片嘅公式咯。王启伦生日快乐啊！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多谢你俾嘅小技点啊！哇，咩事啊？呢条友出狮子斩，扮落印战士，你食屎啊！我先系落印战士。哇，金田一当年系几恐怖啊！我都觉得睇落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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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真，第一辑金田一之后，我又冇再睇过。真心觉得唐本刚咧，虽然同原作嗰、那个。金田一完全唔似样啊！一原著嗰个金田一嗰个漫画系扎条辫仔咁样啊，扎条辫仔啊！咁啊，嗰个唐本刚咧又肥面猪肥肥啊，亦都短头发，但系咧佢就有办法演活到哇死仔包，佢就演活到嗰种。學生哥嗰種幼稚啊，我覺得係做得幾好，因為都幾深入。之後有啲之後嗰啲邊個做過啊？啊，鹹濕啲阿爸咧好似啊嚇。我以前唐本剛個 baby fat 咗塊面，我細個都係咁，你知唔知啊？我自从出咗嚟社会做嘢之后，我就嗰个 baby fat 就冇咗。我以前都系咁样，我好怀念。朱叔生日快乐，收到啦！跳落去，真定假？有版李维好正，后来佢唔知咩事，佢个面歪咗，你有冇见到啊？松本润啊，右边。留低落去有老朋友边条啊？执埋呢度个嘢先啦啊！
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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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一日打你个大屁股，又香又甜又，嗯啊，一嘢决心搏落去啊 ！My boss, my hero， 点会？哇，死仔包！啊，再出啦！无双乱舞食屎啊！而家第五代已经唔记得叫咩，松本洋有做过，松本洋可能都因为有包包面先至有得做金田一。金田一嘅系咪一定要有包包面？有咩有啊？当年有劇场版，咩劇场版？我哋而家点样去找咩老朋友？松本洋有做过，哦，哦，松本洋我都 OK 啊！我之前好中意睇佢做嗰套咩失恋朱古力恋人，嗰个咸湿仔啊！我见到石原里美就哇咁样，就沉晒船咁样啊！喂，你有冇啲朋友好热？即係嗰啲即係沉曬船啊嗰啲咁樣，建議佢睇失戀，你可以建議睇佢睇一套日劇就是、失戀朱古力職人。你話呢個係你，你話你好似松本潤，跟住佢以為你一讚佢，係咩？我好似松本潤，係啊係啊係啊。之後你睇下，跟住你睇完你就笑啊！咩失戀朱古力漫畫又鹹濕？少女漫画嚟噶喎，老友又有咸湿嘢，套套都有咸湿嘢，点啊？啊？唉，点样行啊？我而家已经唔知点行，挂住嗰，哇！呢度有个契弟啊，啊，硬嘅梯面前有门。冇话唔可以有，但系好似讲亲边套都有咸湿嘢 O 咗咧，啊！前面需要呢度有咩路行？梯隔篱行去中间。你话细个睇《金八银零八小队》系啊系啊，一齐浸温泉啊啊！喂，又嚟啊！唉，好闷啊，大佬啊！你唔悶我都悶啊！啊，好痛啊嘛！哒哒哒哒哒哒！哇，黐筋，契弟就按摩。上咗腐败未啊？呢条契弟，哇！黐孖筋用黑龙波炸翻我转头起又似啊！哇！死仔！波过去。死啊！佢 M 金剑，我中多一刀啊！死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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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解得呢个音乐咁激昂？系咩事啊？咩料啊？饮啖，哇！佢可以叫人啊 ，call 码，你老板啊，仲用肉弹战车，好似啱啱狂搏佢啊，打只兽嘅先。对高林啊，哇！俾人搏咗落去，惨啊！
咩特殊跳，我未见识过低能呢、這个 game 可以咁样嘅咩 ？boss 可以咁样 call 码，你 call 你卒都话你老板。佢哋条血共通 share HP， 又话咩特殊召唤黐孖筋打游戏王咩得哇？哇！我每次咁样入去咪好烦。唉，入去打死佢算，打四次半，咪入唔到去嘅，点解嘅？啊！哇！戰種人嚟，十大戰種食屎啊！你班契弟，我翻去叉個電先，你老闆要喺右邊樓梯入，呢度天台唔俾入，係悶呀、啊、大佬點會？你打就算佢重複咗，都係悶呀、啊、大佬。咩啊？實況預測。有咩啊？搭个烂走再五次啊！五次机会啦，击杀双肥瘦 boss， 搭个现在能否再五次机会来击杀打死双肥瘦 boss？ 五次啊，弟弟你啊，你冇见我开得狠，我系。即系开五次，我好有信心，我都冇，我系逼自己。好似都冇咩用，讲真。跳落去后面行完条路，呢度啊？跳落呢度啊？也能啦。在下面有條路開過很近的火，啊邊次不能啊？係啊，咁又係啊，不嬲創造開奇蹟噶嘛。掉呢個嘢咯，裝啲厚啲，靈巧唔要啦，裝翻呢個。跳。睇你开唔开个火定扭波落去，边个易啲啊？扭得好，踢得鬼马，我清霸只有他，哒啦哒啦，哒啦哒啦。我那威风的哒哒啦哒哒，双腿好似魔打，哒啦哒哒，扭咗入死胡同顶呱呱呱呱，就嚟瓜老衬啊！真系有嘴巴的都赚，哒哒，你老板。哒啦哒啦哒啦哒哒，让你一支水啊！呢度有冇火啊？喂，边有火啊？射波招式创新，一支不会差。哒啦哒哒，冇火啊！你老板，哇，仲要卡我去路，你个贱人，臭路咧！完全入唔到，喂，边度有火啊？去过啦，咁都一比零，唔系喺呢度去，个火要喺度，要火个跳落去，打都未打都计，傻啊，梗系唔计啦，索索地，呢啲都计，哇，点解有呢啲咁多劲怪系咩事啊，大佬？吔屎啦！臭星星，猿人争霸战，我一集猿人争霸战都冇睇过，你有冇睇过？跟住咧边啊？点样行？哇，会复活嘅喎，契弟。啊，老友，继续做你嘅猿人争霸战。起身啦，契弟，站起死，复活几多次我都将你打死。呢度落去啊？边有火？
你话咩 ？The Last of Us 二就系猿人争霸战，唔系喎。我好，我觉得 Last of Us 个故事都特别噶。你知 Abby 系猿人啊？啊？我最中意就系中意人哋唔中意嘅人气我取，你话 Last of Us 垃圾喎，我好中意。我一样包拗嘅，另一边行玻璃面具也我好中意睇啊！嗰阵时我成日睇呢啲，我成日睇好多少女卡通啊吓、啊。北岛真夜姬川阿公啊，我中意姬川阿公啊，冇喎、啊。你又话行第二边入去呢度系嘛？啊 ！delay 咗，唔紧要，唔紧要。睇住呢个傻仔，佢会咁样撞埋嚟。哇！咁都扣？食屎啊你！吔屎啦你！我系张学友，吔屎啦你！跟住咧点下？咁样都唔发现，你真系抵死咯！嗯啊，又可惜玻璃面具画唔到落去。个作者而家仲唔系过身未啊？作者真心一问，都连载咗唔知几多年。好，然后左边，哇！真系鬼睇到。哇！你老板啊，我又要再行过啦，贱种人！What a crap！ 呢个 game 系垃圾游戏啊！玻璃，讲真的，啊白痴就冇人游啊！提都提唔切，你知道呢个鬼知嘢咁低能咩？冇人会估到。系咪呢度啊？系咪就系呢度有快有火？终于有啦！我话事啊，咩点求证？而家冇求证，我就系求证。呢度唔系法庭，我对眼就系证据。点样过去打咁？而家卡住咗。另一边行出去就系 boss， 咁好嘅。好，第一次开始啊！上曬 buff 先同你打啦，契弟！你老闆一嚟就攞嚿嘢招呼我，小心！避，分開咗！哇，死仔包！好，抽箭人，咣，吔屎啊！嗯啊，我飞咁高系对我冇着数，我要矮，低头思故乡先对我有利。哇！嗯，哇，惨咯！系咪又嚟肉弹战车啊？睇你点碌
嗯啊，一次殺曬又點計啊？哇！你又似嘢，咣！劈落去，飙到，哇！刺筋，单少少死，哇！哇！死仔包，哇！无双乱舞，拜叫啊！想叫嘢？哇！死肥猪咁近，高空奇袭，拜！最老的东西是什么？是大家出生以学会唱的歌。呀，系咪改易咗劲多？哎呀，原来你哋改呢只 boss 好难打噶。哎呀呀呀！原来你哋改呢只 boss 好难打噶。凡系你哋觉得难打嘅，我就系觉得易打。派个彩先。大哥，现在能否在五次机会内打死双肥瘦 boss？ 答案系能。是四成的人是不能的。哎呀呀哎呀呀啊啊啊啊我今天心情好靓，一般般。一早讲了达哥的 level 和双特大剑很少会不能，达哥打埋呢只就喺正常武器升到顶了。达哥颈痛都打得咁好嘅，都话我越系辛苦我越劲。而家又去边啊？无人能阻我，系咪郑伊健有首歌系咁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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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我，派咗噶啦。胜利翻大赐福交石唔使都得啦，我咁劲识住个细细鬼。喂，而家感应系咪可以攞到玫瑰花装个护符喺底先？同埋有咗呢个减伤劲好多啦，讲真，之前冇。玛利卡的烙印23。争一喎，升喂你老板装埋，仲要再掟埋呢个重武，有个劲啲嘅玛利卡，糜烂烙印，跟住仲要装多个灵巧，力都唔会用跳跃攻击噶啦，系嘛嗰啲，定系可以装呢啲嘢轻身噶啦。跟住又可以用玫瑰花，吓、啊、婚纱小天使，再配一支咩啊？玫瑰花系锤啊，黐线，我以为是小剑笛啊，定呢啲咩火纹锤？啊、好似唔系好有型啊！好似就咁用玫瑰花型啲啊，觉唔觉？唔好咗就唔好装咯，翻去升，翻去大赐福。呢个玫瑰花加信仰，好啦。万水千山总是情，莫咩想我唱啊？呢位 Joe Happy， 莫说青山多意外，风也高，风也劲，白云
和山峰也可传情。啊？等等啊，饮啖水先，口好干。唉，而家第一件事，小红帽去边啊？哪里？啊？I knew you'd be out your arm。强化武器失色锻造石最多可以去到几多？九啊？啊？系咪十系唔买唔到啊？边咩有限系十？即系九系无限嘅。有金主俾小旗点，佢都唱得好好。边位啊？边个金主啊？睇下先。哦，多谢万岁千山总是情，多谢你，多谢 CWBB 俾嘅小旗点啊！九我系买古龙岩先系最后，哦呢啲系最后好啦。仲有冇啲咩想攞嚟强化？你哋有冇边啲想试啊？呢把遗迹我都想试五十呢。西剑武士刀我而家用到咩啊？猎枪啊！靈巧要22，我而家幾多啊？我而家護符，我嘅靈巧係20，武士刀要幾多？全部要22啊！武士刀，俾你哋睇下屈武係點屈咧？真正嘅屈武呢啲，我係用獅山血海喎，而家。啊，用到喎，但系如果要双武士刀嘅话，就要多两点符我加咗啦，我都冇，除非你仲有一个可以加，用咗玫瑰花先咯，精定咩狮山血海好啊，狮山血海。好，好嚟啦，睇下先，又系咩啊？玻璃面具咩啊？玻璃面具嘅连载由沉寂好几年，直到2008年宣布重启连载，但进度依然缓慢。2009年1月发行第43期，不过作者表示，虽然读者期待很久，但他尚未决定结束故事，一开始就想画到最后，那个结局已在我的脑海入边。阿白头啊，加灵巧咩？阿白头啊，有咩呢、這个智力嘅啫？冇加靈巧啊！又誒呢個加23都唔夠啦，誒夠喎，不過好樣衰，真係唔得，我要我咁樣嚟用我都接受唔到，頂唔順。Sorry， 我有我嘅堅持，接受唔到，對唔住，頂唔順，太樣衰。装个小圆盾咯，唉，咁就咁啦。今日攞呢个嚟玩一下，一阵再用埋嗰个咩啊，跟住升埋个呢，升多两呢灵巧咯。哎，力气就嚟可以攞遗迹大剑喎，加埋佢先。讲真，小红帽喺边啊？火炉，佢要自己入去俾人烧啊！咩事啊，小红帽？你睇啊，
足用试药，圆桌钉就系烧毁晒啦。仲我冇指责你嘅意思，叫你嘅工作我都会继续做，但你可唔可以拜托你劝修古先生？佢同圆桌厅堂之间缘分太深，继续留喺度会跟住圆桌厅堂一齐陪葬噶。希望佢可以离开。边个叫咩咩咩？佢叫我同边个叫佢快啲走？即系我烧咗癫火，佢就呢一个嘢就会着火啊！啊！呀，呢句叫 low offense， 呀打铁佬，入边个傻仔啊喂！喂我你冇得做王啦，你烧咗黄金树系啊吹啊，睇嚟圆桌钉铎就画下句号啊，唔使放喺心上。圆桌钉铎就为咗褪色者成为艾尔登之王而设，如果一定要烧树嘅话，咁都系必然嘅。好啦，咁而家我哋唔使啦，搞掂啦，系嘛？我哋继续推进啦。仲有20分钟，我哋推得几多得几多？呢度系咪最后嘅 map 嚟啊？我哋系啱啱去到边啊？呢个中心啊，龙教堂，搵埋打铁佬倾偈。好彩我之前安排咗阿 Lu 走啊！阿 Lu 离开呢度系好事，呢度全部都系傻仔啊！托到阿布，无论几多次我愿意断做，点解你仲喺度打铁？你讲嘢真系奇怪，我讲咗啦，挑战杀戮半神咗神子，只要你贯彻到底，我就愿意做你嘅武器，我锻造出嚟俾你用嚟杀神嘅武器。哇，几好啊！呢个人用我锻造嘅武器杀害神子啊！呢个生存价值，亦都系我向玛利卡女王立下嘅誓言。只系希望你可帮手照顾嗰个女孩。我就嚟回天乏术啦，陪住圆桌钉铎一齐归天。好险喺之前有帮人做武器，希望你原谅我。呢个我嘅王，佢先系真正嘅忠。呢个人真系忠肝义胆，讲真。啊，好啊，佢真系几好有锐气喎。呢个人，佢就话我嚟陪你一齐杀神。I see.我知道你想要调令系咪？原来系咁啊！即使由你开口，修古先生都咁坚持，我会再说服佢关于弑神嘅武器。修古先生一直挂住嗰件事，我觉得好似个诅咒，玛利卡女王嘅诅咒。如果系咁嘅话，我哋有冇对抗嘅手段呢？我俾唔到幸福佢，我杀咗神就满足咗佢就系啦。仲有阿婆。指头婆婆，我已经做咗第，我已经跟咗第二个大佬啦喎，佢仲会同我讲嘢。你做得真系彻底，而家我哋冇交集啦。我系解指，等待沟通结束。指头大人嘅指令，去贯彻你确认正确嘅事啊！喂，哇，仲可以逼佢做嘢，梗系啦，我未买晒啲防具，你咪使旨意啊，大佬。我就心谂你唔好谂住卖嘢俾我啊，打镬你啊，大佬！哇，巨人红发鞭啊，咪好劲，果然喎，吞噬一切，我可以出到呢招啊！呢啲劲唔劲啊？另外买呢条鞭啊，呢条鞭又个能力值只系有火嘅啫，冇战技啊，火焰冇啊，吓！要不要学埋佢啊？好玩，废！我用鞭都冇，啲人一开头你都冇用咧。我用双鞭敷衍卓战法，人气我取。买武器有咩武器卖啊？葛蒙特咒剑呢支叉咧？感应27都攞唔到啦，冇一招呢啲电击都出到，
买叉好劲啊 ！OK， 咩叉好劲？咁边咧买埋佢咧？唉，是但啦。火魔法我都好少用，就咁啦。我系落拍翻人姜，好啦，而家去边啊？诶，整埋嗰把鞭先，跟住我哋出发，好嘛？我每次喺呢啲搞，每次翻嚟呢度咧都搞好耐。再同打铁佬铁佬倾偈会有感动位。无论几多我都愿意断奏，攞武器出嚟那個女仔，我激嬲咗佢。佢話：既然俘虜鎖鏈壞咗，我已經係自由之身，繼續留喺度，佢只要陪葬。得到自由反而更殘酷。我喺呢個地方繼續鍛造屍神嘅武器，為此而生，為此而亡。除此之外，仲有咩目標？我同你講咧，佢講嘅嘢有道理。佢話得到自由之後仲痛苦，你知唔知係咩意思？啊！如果你有睇《伦理老师》呢套漫画，你就知道有一样嘢叫自由嘅浑圆感。喂，你反而咧就系、有一种你唔知道要做乜嗰下咧，你又佢话都几难定，都好痛苦。点啊？行喺边啊？即系冇方向啊，所以咧讲嘅，例如话你有 A 餐 B 餐咁俾你咧，你会觉得诶、好似定啲啊。啊，依家要打龙王，交灵珠啊，系嘛？打孙中山好啊，好啊，好啊！急打铁佬一杯酒，多谢巴西兄弟俾小旗点，摩里拉尼俾小旗点，得唔系？大哥一直想问咧，咩系见不到屎队长 ？I can't see shit, Captain 啊！你有冇睇过一幅面图啊？啊啊！有幅面图啊 ！I can't see shit, Captain 啊！OK 啦，就咁啦。而家要去边个火？快快快快快！边个位啊？啊，十年前嘅面图，孙中山喺火山，你未触发佢，咁点啊？火山边个位 ？Where？哎呀，我成日覺得呢啲叫咩代溝啊，要同你傾翻先至知道，即係要有時要講翻你先至可以將啲好嘅嘢保存落去。I can't see shit 啫，係嚇。孫中山係嗰個虎佬啊，鐵拳無敵孫中山，未開個火又敗下，唔緊要啦，照去啦。邊個位最近？在熔岩土龙后面，我啲鬼记得熔岩土龙喺边。有呢几年发觉大角龙兄弟开始有代沟，系啊，呢个啊，第九休息站。我哋都唔太记得 ，sorry 啊！第一休息站上去，我冇第一休息站呢、這个。帮紧你睇紧 ，X 剑之路向西行到尾 ，OK。向西啊，一路向西。有乜骑马冇？忽滚河靠左行。你咁劲，我冇忽滚河。
X 键之路啊，呢个咪？近黄金树山丘啊，疏唔系呢一度啊？呢度咪 X 键之路咯？你要环绕火山一周，哇！啱啱条颈拍佢啊，我就系等紧呢下，要由高地兜翻入去。最上面的左行，即是这个第九休息站。拍嗰次是好啊，输了第九休息站下去啦，唉，就这样。第九休息站最近没有路的，有人说。那要怎样啊？什么高山？呢度上去啊？拍过啦，拍过啦。你去近黄金树山丘，呢招嘅战斧系咩？鲜血征收嚟嘅。捉插插插。好，向北行 ，OK， 收到。婚纱中背影双双远去，因为有两个方法，一俾白旗推落楼，二铁柱去捉你入去，边个快啊？冇所谓。总之呢度向北行系咪？跟住咧呢度去到就得啦。黄金树山早几日去过。这个废墟又有嘢执，跟住啊要点啊？喺度行上火山，有条楼梯，阿兹纳味，我未听过呢啲名字，下面嗰系咪火嚟啊？是不是这里啊？格物尔火山应该是这里了，多谢少少荣少爷给小奇点，但多谢你今天开台，每天翻工几唔 happy 都好，晚上仲有你把声陪我哋，哦，这个我荣幸啦，你有咩咁唔 happy 啊？啊，你咩事？哇，呢啲屎虫！大胆啊！咁大嚿屎虫，好连续射击，咩嚟啊？呢个有咩会喷屎啊？啲直冲啊，可以见到有土龙打，哇正又有黄金树。我怀疑我啲嗰啲补血药都未，人哋已经攞满晒，我都未攞。我会不会太串啊？我成日让人咁多啊？让得太多，讲真，呢个系咪有雾啊？石剑锁匙，婚纱桃子，哇系，喂有啲臭蛙，呢啲系咪又系会即死啊？呢啲契弟。女啊契弟，打就听招，白痴！喂啊，我跌咗落去，你老板嘥时间。EY 系最劲嘅，我觉得啊，艾尔登之王先系呢啲，你成日讲咩艾尔登之王系啲咩狗啊？你呢只先系劲啊！秒你嘅一下，攞埋呢度啲嘢先啦，唔争在呢度有冇 save point 啊？啊，唔系呢度唔紧要，通常都有火啊嘛，呢啲不滚落啦系嘛，冇所谓。
在后面直入。红加龙虾就是艾尔登之王。这个拎神装，啲鹰鹰唔系好劲，我又觉得。跟住咧，继续向北行系嘛？见到啲食物啊，咪沿住条路行到尾，见到城堡转咗。好，骑翻马先。Beat 红红啊，我又觉得唔算话好劲。我覺得龍蝦啊，嗰啲勁嗰啲。之前聽大哥講的士自動門事件，有次搭的士竟然開自動門，俾我即刻嚇親。司機話前排網上有個長毛口唇男人唱衰的士界，大家都好關注。而家去緊玩孫中山啊，老友，一句無敵，肯定唔關我事啊！佢係咁驚啊！我早幾年就。已經開始改進，就唔會而家先嚟咁啦。如果真係咁驚青，好繼續行啦。前面有一個火啊，見到咩城堡？呢個城堡我係未去過啊嘛。點解我之前一路冇行過呢條路？因為我唔知呢度我係咁樣上到去咯。呢度有啲勁嘢，有幾勁啊！有冇人攞玫瑰花爆技冇啊？真係嚇！哇！又係呢啲車，其實呢度咪打緊仗嚇，講真。前多少少，上去就见到龙呢度啊！唉，嚟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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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呢个玫瑰花，希望咧打得死佢，我都惊惊地。好。废嘅啦，系嘛？攞个唉，太早。劈劈战技，哇！有啲料到啊！chop 哇，流咗血喎，唔错喎，我用呢个嘢都用得，记唔记得？婚纱桃子，婚纱小天使，一用呢啲轻兵器咧，爽快到，系啊，破绽极少。屈就系婚纱小天使连插，插插插插，好，死仔包明明到咗你都唔计，好似喺后面插多你几嘢啦，插你。哇！完全唔知道做紧乜，睇唔到路啊，大佬，白痴到！佢企咗起身啦，送你一束鲜花，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唉，完全睇唔到路，讲真。入去先，飲清楚水系啦。咁都中，哇！
打你下底，哇，白痴仔啊！杀杀杀！低 B 都冇人有呢一招啊！我唔会死系嘛？我得翻两次水啊，要小心啦，慎重啊！哇！睇唔到嘅，完全系低能的。哇！美容癌烧死大佬。好吧，好嘢，出血未啊？唉，又中，有冇水啊？喂，你知我，该。呢只太乙唔系，系呢把兵器唔啱用啫。尸山血海，好啊，好啊，好啊，试下咯。睇下有几屈咯，好啊。废嘢啦，盾都冇得盾反噶啦，系嘛？快快打打死佢收工，讲真的。好，又系乜乜乜冇意思，唔会冇意思嘅，你睇我玩你就知道。尸山血海，你睇下扣咗几多，点会冇意思啊？屈嘅兵器就系屈，唔会冇意思。你睇，你只要狂出一招，独孤一味，哇死仔爆啊！起油池呢度。呢度系咪踩得嘅？呢啲火系踩得嘅，啱啱仲以为唔踩得，机会到，唔得嘅契弟，争啲死啊！限流先，耶耶，我居然做咗动作，黐孖筋，行出啲啊，契弟，玩鬼啊！黐孖筋，低能咁都中，哇！争啲死契弟，我屈唔屈啊？各位小朋友，夹夹夹夹夹夹夹，得嚟用岩嗰度啦，契弟，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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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op， 獅沙路好渣呀，同话咩？上次边条阿罗讲话咩？咩猎犬劲啲定呢个劲啲？仲话渣屈到？渣低能啊！啊，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就去揾咩孙中山啊？边度就系孙中山啊？呢度啊？定呢个位又系啊？仲可以话呢个系渣，劲到黐孖咁咩啊？孙中山喺边啊？前面啊！快啲快啲坐火！火山啊，焚烧我亚历山大孙，佢真系黐咗线。咁点搞喂？倾偈啊喂，倾啊！我只马低能，而家你喺度，哇！我扣紧血噶，不过你嚟得正好，呢个一边旅行一边谂到就做温泉猴罩壶，跟住咧，东边走嚟有故事啊！冇啊，企上佢个头都唔得喎。冇噶啦，走得噶啦 ，OK 了，咁差唔多啦，我哋骑马骑，好难跳啊，老友，骑落我只马就死啊！我白痴吓到我嘣一声嘣你个头，好啦，今日我哋时间差唔多，多谢大家收睇啊！欢乐今宵再会各位，金主晚安，多谢大家收睇啦，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听日大家又要翻工了，有啲人已经冇得 work from home 了，恭喜晒，恭喜晒，我话俾 work from home 嘅人最惨啊！佢系咪就算有冇呢啲节日，佢都系要做？我系做得最耐啊！系咁先啦，完。